大家好，这里呢是我们的库拉佐芦荟种植基地。这个芦荟呢长到很大，是可以吃的。来，我们尝尝它的味道。从根部挖一个小口，掰下来一个芦荟大叶片，把这个头给它切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。扒掉芦荟的外皮，哇，小汁很甜。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受过不受伤，芦荟的精华。一手半生已过，犹如梦一场。我望着天空，愈发的迷茫，不知道未来究竟在何方。一辈子匆匆忙忙，虚度的时光，所谓的诗与远方，还只是奢望。哇，嚼劲很甜，你尝一下。受伤受伤，再回想半生已过，梦一场。它也不苦，没有任何味道，像吃果冻，秋弹，特别解渴，汁水特别多，像吃水果一样。你们吃过吗？库拉佐芦荟。